唔知影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，敢有食过这种传统古早味的土豆？伫咧溪口乡有一位种土豆30冬的老农，现主是伊依然坚持用传统日头晒的方式，用较久的时间来做出古早味的土豆。伊是相当用心来挑选着乌金光特选，一个有3粒至4粒的土豆的品质来做成着产品。嘛，因为严格遵守着制作的天数，品质会当讲是真好，而透过网络销售被去抢抢滚，这嘛让老农伫咧网络的世界拼出家己的一片天。传统古早味土豆汤，你有偌久无吃着咯？客家乡正是土豆有30冬的老农，依然用着传统的立拍，用漫长的时间，为着的就是要做出这种古早味。啊，经过这天然的阳光的那个日晒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这个土豆。有这个天然的这个甘甜，吼、哦，不是咱一般的这个机械砍手，吼、哦，咱散发的就是自然的香气、哦。这吃起来就是安尼、哦。嘿，啊，咱剥开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粒粒饱满。一个手选乌金光，得算是3至4年的大叶土豆，才有够资格来做成产品。咱溪口吼，一冬差不多种超8到10家的土豆。啊，咱这个阿春阿伯大农吼，伊即马自始当前就开始咧用脸书、甲用 LINE 啊团购来咧行销。啊，伊主要吼，伊就是甲伊个土豆内底同饱满的3粒银、4粒银以上的土豆，啊，经同饱满的来砍手。啊，伊除了有做土豆，伊在砍手的以外，啊，佫有做咱这个花生糖。种树土豆正式经验十足。安那来做出上好的滋味，找出了一套好方法。因为严守制作的程序，品质特别好，老农同款会用在网络受到大家欢迎，弄出一片天。谢新新闻蔡文东，客家乡彩虹报道。